那你们能不能把药物做成和日军审讯的针剂一样？这就简单，只要把针剂上的颜色做成一样就行。你们这个做什么？或许我们有机会可以把孙亮营救出来。你这个想法很大胆，但是不容有失。如果一旦失败的话，后果会很严重。可是你们的清除行动根本就没机会进行，所以这是唯一的机会。是有些冒险，但是还是有成功的可能性的。好，那我们分头行动。嗯，前面路口右转。好。二位需要点什么呀？家里老人哮喘犯了，需要5000丁香，1两冰片。啊，二位里面请。来，二位。你找哪位啊？小光是住在这儿吗？你找错地方了，这里没有你要找的小光。小光你不认识，崔国栋你总该熟悉吧？不知道。哎，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，小光，你要再不现身我就不客气了。三爷，他是我朋友。二少爷，你怎么会在这儿找我？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。二少爷财大势大，怎么还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啊？时间紧迫，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。我需要你帮忙从日军医院救一个人出来。救人？二少爷弄错了吧？小偷小摸我还行，救人这事儿啊，我可真没经验。你只需要负责其中的一个环节，其他的我都会安排好。二少爷，您不是不知道这个事儿吧？这个事儿，如果他万一出现闪失，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再说了，我为什么要帮你？小光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也是个有良心的中国人。我知道，你也痛恨日本人。痛恨是一回事儿，但是搭上自己的性命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我这一家子老老小小的都等着我养活呢，我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他们怎么办啊？实话告诉你，让你帮忙救的人也关乎到很多人的生死。我知道我不能强迫你做这件事情，但是在日军医院里你是我唯一认识的朋友，我也是万不得已才来找你。帮忙可以，但是你不能让我白帮忙。我明白，需要多少钱你开个价。行。别着急，需要行动的时候会跟你说的。